在跑马地的桂坊空间，咁呢边有间 Surface Apartment 就唔租啦，决定买。哪里？咁每间屋就330尺，个名叫做 V Happy Valley， 系1996年嘅12月入伙嘅，单栋物业提供49伙，一层一梯两户。我哋上去睇一睇，呢度就有一个小小嘅平台啦，呢度有吧台去摆嘢，然后呢度就走货通道，成个视野几阔嘅。而家就喺15楼，咁望出去几靓。山景个厨房就长形嘅，咁佢又做咗一字形嘅柜台，有晒蒸盘、洗衣机、微波炉、焗炉嗰啲都有。浴室嚟讲，我觉得几奇丽嘅，洗手盆、坐厕、浴缸，同埋呢度有个细少少窗，咁呢度就冇间噶，同埋佢有啲足够嘅收纳物，佢又做晒啲趟门，都几悭位。呢度就客饭厅位置，咁就饭厅啦、sofa 啦、电视啦，然后入门有个厅柜啦，可以摆下啲鞋嘅。咁坐低可以望下個山景幾唔錯嘅，然後做咗一個 one table， 呢個窗台位可以諗辦法設計下做一個書台又得。我哋睇一間比較大少少嘅睡房啦，咁張床靠邊擺，有個窗台位可以擺一啲嘢，上面就冷氣、電視都有。呢邊做一個比較大啲嘅衣櫃都可以做到呢度。一間細少少嘅睡房就小朋友房嚟嘅，3尺床啦，有個衣櫃位，然後都係有個窗就望翻跑馬地嘅方向。成間屋就330尺，做到2房嘅間隔，係非常之市值。廁所全部都有窗，企理，仲要喺跑馬地嘅貴重地帶，你估下幾錢？660萬咋，相當抵買。似啲單位你有冇興趣？